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去牡丹车站那边有整个宜兰县一个非常弯的一个路段，然后今天的拍摄就是去那边，就是去拍火车，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弯的路段。那现在要去车站喽，跟着我走吧。现在已经到牡丹车站了，这是一个真的是比较小的车站，然后是有站员啊，不过真的人蛮少。然后后面是牡丹车站，我先出站，在那个车站附近逛一下。虽然这边是一个小镇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走起来逛一下还蛮舒服的。等一下呢，我还会再进去那个火车站的月台里面，然后去拍那个弯道，然后我看可以在那里等一下，我再待一段时间，看那一段时间内我可以拍到几列车通过。这阵子还没有来，所以路上是没什么人的，不过也蛮适合我的啦，我就是喜欢这样比较没有人的样子。
这个是在那个牡丹站附近的一个路桥，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铁轨的弯曲的程度，就是整个铁路的一个弯曲的一个程度。对，它是一个很弯，接近基本上就是一个90度的一个弯，所以在这边拍火车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它整个一个转弯的样子。从更近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它那个整个线路的弯曲的一个程度。这是一个拍火车的一个好地方，对。不过这边可能因为都是比较偏山区的，就不是很好。它上面是有一个凉亭，可以让你在那边拍。你看要架一个脚架或者干嘛来拍都可以。虽然说很靠近这个铁轨，但是还是要小心啊，不要随便钻过去，危险哦。到的这个弯的程度就更明显，然后它其实不止一边弯，它另外一边也是非常的弯，另外一边其实是一个 S 弯道，所以这边就是一些所以这边就是都是弯道连续的弯道。
就是这次来牡丹站所拍的一些片段喽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下次会去再去其他的就是这种比较特别的小站，然后拍它周围的一些景观，还有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场景可以拍给大家看，就是这样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